都袂刚开始读啊。阿伯，国小读阿伯，读啊。你读国小啊？我都唔相信你真正会晓，这个所在唔是你会当凊彩操蛋的所在哦。我们就掌声来欢迎我们的翁立友带来的秋风雅舞。谢谢谢谢。哎，区长有话要讲。来来来，区长。想要唱淡化一下，啥？杨东林，你这条你搁会晓啊？会晓。这条你会晓？这条就老的歌。这条三大歌词拢无同，我连你迄我都不一定把你几岁。六岁。六岁，国校读未？真正。你国校刚开始读啊？阿伯。国小读啊未？读啊。你读国小啊？我都唔相信你真正会晓，这个所在唔是你会当凊彩操蛋的所在哦。来来，好大，你就起来。来播下去嘞，杨东林跟咱立友哥秋风雅舞。为着要见面，讲咱的杨东林。大家好，我是杨东林，今年六岁，我为中华才转来，恁大家有收我无？哦，啊你，我足收你，你换发箍。他会不会有强迫症？因为我哈，我拢有看这个超级红人榜，一打败出来，一介绍输的这啦。一波一哩。因为囡仔啦，伊无参像你什么刁民讲什么话，囡仔都敢那学一句尔。我足烦恼的，伊都唔通搬山位，有一天你啊搬来台中啊是永和，大家好，我是台主，你都爱换永和啊，对不对？对哈。无啦，伊即马困难的是每年来改讲，大家好，我是杨东尼，今年七岁。阿爷换。安尼我你讲，每年换。为着要证明伊是咪臭蛋吼。哎，唱看卖好不好？秋风也有第一段，伊先开。来，各位，咱个来自中华德腾哈，伊叫做杨东尼，英语名叫安东尼，掌声给他鼓励一下吧。六岁囡仔尔吼，咱大家来听看嘛。六岁哈。不是吹牛的哦，我们再次热情献给我们的杨东林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第二段，给我专家一下哈，感谢你，谢谢。
海上小梦。哇哦，谢谢。